10年前一首《情人》让大家记住了饱含深情的杜德伟，酝酿10年之后，杜德伟带着他的全新专辑《好样》重返乐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去年11月，50岁的杜德伟迎娶了小他25岁的女友 Ice。这次出专辑，杜德伟更是得到了妻子的全力协助。娶到了这么能干的妻子，杜德伟一直都赞不绝口。没想到娶了一个老婆，然后老婆是从事这个视觉的工作，那他对于美术的观点我非常认同，也非常喜欢，所以在新专辑里面呢，老婆就有为我操刀，然后不只是拍专辑的照片，还有拍了好几个 MV， 那其中一个 MV 她自己还处女下海然后就出现老婆的第一个镜头。跨越乐坛10年再出专辑，杜德伟坦言压力不小。现如今不少歌手也纷纷加入到明星真人秀节目当中，不仅提高了知名度，身价也是倍涨。不过杜德伟却对此类节目有些抗拒。当然我也了解现在很多的选秀节目都非常流行，那可以为自己得到很多的曝光，可是我觉得我参加过的评审工作，我最难过的就是看到一些真的很优秀的艺人，然后他们因为某些因素或是当下表演，然后水准的问题，然后被淘汰，那种感觉是很难受。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会对这一方面会有一点点抗拒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